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腾腾。我们今天呢要玩这一款巨商案商到天下啊。那这款的广告好像是打得蛮大的，看到很多那个直播主啊，还有很多其他的 YouTuber 都有来拍这个工商影片啊。好，那么点进来看一下呢，它这里呢是有五个角色，还有中原、福尔摩沙、本州，还有朝鲜跟西域哦。整个每个地方的特色都蛮明显的，但是福尔摩沙是我们的。美男子哦，好吧，那我们就选择一个比较好看一点的，选择一个中原还是朝鲜半岛？我们选朝鲜好了。哎，进入游戏，那这个好像跟大掌柜什么的，好像蛮像的，就基本上呢是在玩这个，一直升级钱庄，然后一直赚钱，一直这样点。织布女，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系统，看看可不可以收集一些后宫啊，还是一些战斗的系统。哦，像我们这里有看到府邸这里，好像有。哎，招募这个绸缎商人，然后继续打理钱庄，可以用个连点切在那边狂点。接着经营客栈，那应该就是像这样一点一点的把我们这整个城镇给经营起来。来，继续招募员工。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东西可不可以先点了。背包成交这个商铺，然后这是我们的角色资讯。那这个惊叹号呢，设置这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讲一下怎么兑换这个礼包嘛。它这边有蛮多的哦。我就点左方的这个钥匙，然后点击这个设置，然后接着输入这里的兑换码，第一个是这个 BILL812，然后点击兑换，可以获得道具。那下一个呢是这个 IAMBOSS，I am boss，我是老板。好，一样兑换。那接着第三个呢是 BUY，然后 NOREBUYNORE，好，接着一样兑换。那下面一个呢是 RICHRICHNAN，RICHNAN。那下面一个呢是这个 NONEY66，Money66，好，一样兑换。那下面一个是 NONY888，改成888哦。好，那接着最后一个是2022。Money 2022，好，兑换。那以上就是这个全部的礼包码序号。好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台北市的普通雇农而已啊，我应该要努力的，看看可不可以提升至台北市大地主，把它招募招募。哦，这是我们老板娘，看她这个人物都会动，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她这个是怎么飘起来的？她的披风也太会飘了吧！哦，我们其实是个佣兵诶，道术师哦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佣兵可以干嘛？道生一，佣为兵什可以么帮助我们赚更二多生钱，三？还可以去贸易这边来打一下架，应该是可以打架吧？是不是通常走个几步就会遇到那个商人，然后要讨价还价？右下角这边可以自动贸易，你看我们头目在这边，这个胡子真的是蛮那个霸气的。我直接勾这个吗？他身份到了三级，好，那我们继续把我们，我们现在已经晋升成精英雇农了，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雇农。接着继续前进，哦，他这个要是点呢，一键贸易。这个还需要到150关，那我们要用人参或是瓷器吗？我们用瓷器兑换一下好了。啊，我们当个朋友好吧，交个朋友也不错。中间可以看到我们损耗60%，然后转速是571耶。那个损耗是什么意思？然后再点，然后我们应该点差不多了。好，帮我们的道佣生一，兵升级一为什下，么？
二升三。下面一个呢，继续狂顶我们前装。哎，我们获得一只松鼠，哎，好可爱啊！松鼠可以干嘛？一样是可以帮我们赚更多钱吧。好，现在就基本上就照着它一直点就可以了，感觉都不用做什么其他的事情。那就算到的话，也就开个连点器狂点那个全装，应该可以赚蛮多钱。贸易又要继续贸易。老家宅子年久失修，墙壁上出现了许多裂缝，你决定请师傅来修墙。这个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。我们快要打到这个头目了，不知道我们现在去打应该是不会失败吧。好，来了来了，哇，这对面好，头目转速我们明显比他大很多，来直接谈判一下，轻轻松松就获胜了。我们要继续打二之一，一直点这个贸易啊？难道我们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吗？好，澡堂女兼职罗族玉殿是祭司，他会选用下面用眼呢、啊？那这个翻译也怪怪的。好，我们总算弄好了，可以开始建造一个新的建造账簿，好，招募一下员工，还可以开启14招哦，这个要10级。好，商铺再来升级一下，那接着呢继续请筹段员工啊，再继续叠客栈员工，当铺员工，这个还不能连按，然后让他一直招募，一定要一个一个按。扩建成功，继续点。这个游戏好像就一直点点游戏。我们要到达身份3才可以开启这个普通农户哦。哎，我们要结束一个新的佣兵，棒术家，棒棒都打。棒棒都打过，我开启一个成家，哎，这总算有比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了，可以乔迁，哎，收购，我这边不同的地方还可以赚到不同的钱，哎，光我们这一个就把所有的地方全部打发了，顺飞燕，哎，轻轻松松啊，我们收购了豪华府邸。来看一下，应该就是最右边的这个哦，没错，江金饭，江哦，还有一个美人呢，织布女，哦，这个应该就是色色的环节，感觉弄到这个金钱呢满之后，就会触发一些其他的东西。你看送他越多东西，他就越开心。哎，传唤一个，有了有。这样就是这样，还可以五星好评，会更多更遇道具啊，以后再说。那不止他哦，不止织布女，还有羞花成鱼、碧月、落雁、风筝衣，我、哦、这个蛮多的、哦。还有这种西域的角色，哦，这是日本吗？天皇、武媚娘都有，青霞仙子都出来了，大长今，哦，这个好。这好像划不完哎，望月千代女，哦，真的非常多啊！看这种紫的，还有蓝的、绿的也都有。厨娘，我们看一下美人目标啊，这边的话手厨就可以获得，然后是击败，然后这个是造谣50次，那基本上就是靠解这些任务或是厨职抽就可以抽吗？就获得这些啊，可以收集自己的后宫，但是我现在的角色。是女生啊，她是没有考虑过女生喜欢的是男生啊，
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剧商 End 需要你帮我分享及试玩就差不多拍到这边咯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